哈里森·巴恩斯 Harrison Barnes， 1992年5月30日出生于美国爱荷华州艾姆斯 Ames， Iowa， 美国职业篮球运动员，司职小前锋，效力于达拉斯独行侠队。巴恩斯于2012年通过选秀进入 NBA， 先后效力于勇士队和小牛队，新秀赛季入选最佳新秀阵容第一阵容。2014-15 赛季随勇士队获得 NBA 总冠军。巴恩斯有个绰号大屁股，形象地说出了他的体貌特征，中文名哈里森·巴恩斯，外文名 Harrison Barnes， 别名大屁股。北卡崔英大学，北卡罗莱纳大学，身高 2.03 米6英尺8英寸，体重95公斤，218磅，臂展 2.13 米，选秀2012年第一轮第七位，被勇士队选中。哈里森·巴恩斯从小在爱荷华州埃姆斯小镇被单亲妈妈雪莉带大，从小学便开始打篮球。2008年夏天，巴恩斯先后参加了耐克篮球训练营和勒布朗詹姆斯技术学院。哈里森·巴恩斯毕业于埃姆斯高中，高三时巴恩斯帮助埃姆斯高中取得了爱荷华州 4A 联赛的冠军，取得了27胜0负，成为爱荷华州首个连续两个赛季保持不败纪录的球队。巴恩斯以1787分成为埃姆斯高中历史上得分最多的球员。2010年1月20日巴恩斯入选2010届美国青年队，参加了2010年4月在波特兰玫瑰花园进行的耐克巅峰赛。此外，巴恩斯还参加了2010全美麦当劳比赛，贡献全队最高的18分，并与贾里德·萨林格共同当选全场最有价值球员。巴恩斯还参加了2010年乔丹精英赛，并与凯里·欧文共同当选最有价值球员。2010年，巴恩斯进入北卡罗莱纳大学，大一赛季巴恩斯场均 15.7 分领跑大西洋沿岸联盟，当选联盟年度最佳新人，当选美国篮球作家协会和福克斯体育全美最佳新人，入选大西洋沿岸联盟第二阵容。大二赛季巴恩斯场均 17.1 分位列北卡第一，大西洋沿岸联盟第三，入选大西洋沿岸联盟第一阵容，入选全美篮球教练员协会评选的全美第二阵容，以及体育新闻评选的全美第三阵容。2012年 NBA 选秀，哈里森·巴恩斯在首轮第七顺位被金州勇士队选中。在选秀训练营时，巴恩斯的体测垂直弹跳高度达到38英寸，在选秀体测史上排名第五。文斯·卡特是36英寸。2013年5月15日 NBA 官方公布了2012-13 赛季最佳新秀阵容，勇士的哈里森·巴恩斯入选最佳新秀阵容第一阵容。他是继2010-2011年的斯蒂芬·库里以来第二位在职业生涯前两年两次都以首发身份参加新秀挑战赛的勇士队球员。2014年2月7日巴恩斯参加2014年全明星扣篮大赛。2015-16 赛季哈里森·巴恩斯代表勇士出战66场常规赛比赛，场均上场 30.9 分钟，得到 11.7 分、4.9 个篮板和 1.8 助攻。2016年7月5日由于杜兰特加盟勇士队，与杜兰特位置重叠的巴恩斯自由转会到达拉斯独行侠队，并与新东家签订了合同，为期四年，价值9400万美元。2016年6月巴恩斯入选美国男篮，并随队参加了2016年里约奥运会获得冠军。2016年11月7日独行侠主场加18-16-75战胜雄鹿，哈里森·巴恩斯出场48分钟，得到34分8篮板2助攻，刷新职业生涯单场得分纪录。独行侠第一个赛季巴恩斯场均 19.2 分、 5.0 篮板、 1.5 助攻，单打次数 4.7 次，在联盟中排在第六位，每回合得分 0.93 分。而在加盟独行侠后，他最大的改变就是他的低位被打，场均 3.4 回合，每回合得分 0.99 分。要知道，以低位进攻闻名联盟的阿尔德里奇也不过每回合 0.89 分。2018年1月11日独行侠在客场以115-111战胜了黄蜂。本场比赛巴恩斯得到了25分11个篮板，末节更是5投5中得到了13分，这也是巴恩斯个人生涯首次单场得到至少25分10个篮板的数据。本赛季至今，巴恩斯代表独行侠出战66场比赛，场均贡献 18.6 分、 6.4 篮板、 1.9 助攻，